会觉得自己还是冤枉的？还是会希望在惩罚天吗？而稍早许常德接受访问时，怒批相关单位互踢皮球，真的很过分。许常德表示，早上收到讯息通知陈姐送医插管，要家属去寻找病房，让许常德无奈说，家属现在怎么有能力在这么短时间去找啊？我今天就很焦虑，且现在重点是家人根本没有能力照顾陈姐，又说可以保外就医，这不是要甩包吗？此外，许常德也透露陈莹杰先前在狱中的状况，表示他连电话筒都不会拿起来，15分钟的探监过程讲不到两句话，只会点头摇头。原来整个车子都是吐的。那你刚刚还好吗？会不会觉得自己还是冤枉的？还是会希望在惩罚天吗？莹姐是不是有话想对粉丝说？大家会很关心你。